那么你就可以拨通一个电话，那个机场的电话，就说我是谁谁谁，啊，我要赶这架飞机，我还要赶到一个地方演出，不能耽误时间，一定要坐这班飞机。那么他们就会呢，特殊的给你换了机票，在机场门口等着你，把登机牌给了你。这个飞机只要起飞前10分钟，大家都可以等你。这就因为你是名人，然后等你一进。